黑牛鱼啊，个更哦，都亮两个。台风它还没来之前，那个云都会轻微的停了。小俊，小俊你来，你看，你这样是不是歪歪的？你有没有看到？这边呢、啊，这个柱子在这边，这个柱子不见了，是不是歪掉了？所以你以后要弄这个东西哈、哦，你要记得，你要弄正，哦，两边要一样。还有呢，白色这条线要平行，你知道吗？平行你听懂吗？哦，这样才不会斜斜的。所以呢，像这边比较低，对不对？你这边要弄低一点，这边比较高，弄低一点。那把它弄开，然后低一点点，这样子，但是不是比较平，比较好看，好吗？左右要留，上下也要留，这样画面才好。
灯他们打灯打来。